内地奥运金牌精英显风采，由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全力赞助播出。各位現場朋友，今天我們未開始正式的電視直播之前，就先介紹今天我們這個示範表演的主禮嘉賓先，大家也都稍後可以給一些掌聲他。首先呢，六位的主禮嘉賓包括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GBS 太平紳士，歡迎歡迎。跟著要用國語介紹了，就是來自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席。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刘鹏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刘鹏主席。跟着是港协暨奥委会的会长霍震霆 GBS 太平绅士，跟着的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冯晴淑仪太平绅士。另一個主禮嘉賓，香港羽毛球總會主席湯偉麟 MH 太平紳士。當然亦都有香港乒乓總會的主席余國梁 MH 太平紳士。我們這次的奧運金牌精英很快就開始，大家準備好了的是區旗和國旗，我們的直播隨時就會開始的了。當然除了我們的金牌運動員，到時一陣間咧，亦都要熱烈歡迎我哋香港代表隊同埋佢哋嘅教練嚇，佢哋好快就會進場噶啦。
是，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各位新人万家的朋友，大家好。咁啊，欢迎嚟到咧就系伊利沙伯体育馆，大家俾啲掌声先，好唔好？今日咧就系由民政事务局、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协办嘅奥运金牌精英显风采羽毛球及乒乓球示范表演，立即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大家當然可以今日現場有機會近距離一睹我哋一班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奧運金牌運動員嘅風采。咁喺大家等得咁心急嘅同時，咁亦都希望大家一齊去揮動你手上嘅國旗同埋區旗，熱烈咁歡迎香港警察銀樂隊帶領各位金牌運動員同埋教練，以及我哋香港代表隊嘅運動員同埋教練一同進場。好。咁啊，各位，我哋就再一次大家俾啲掌声好嘛，欢迎我哋啲金牌运动员先。阿勤啊，羽毛球五面金牌，乒乓球四面金牌，咁辉煌嘅成绩，介绍运动员。系啦，非常之难得，我哋中国国家队喺今年嘅伦敦奥运系囊括晒所有羽毛球同埋乒乓球项目嘅金牌。首先逐一介绍。让我们一一向大家介绍我们的金牌运动员。首先，羽毛球项目男子单打冠军林丹，林丹超级丹。接着是女子单打的金牌得主李雪芮，李雪芮。然后我们有男子双打冠军，首先介绍蔡赟，蔡赟，还有他的拍档傅海峰，傅海峰，风云组合。接着我们介绍女子双打金牌得主，首先要介绍的是田青，田青，还有他的拍档赵云雷，赵云雷。当然还要介绍我们混双的金牌得主张楠，张楠，还有他的拍档就是女双金牌得主赵云雷。介绍完羽毛球，当然就是乒乓球的金牌得主了。接着我们要介绍是乒乓球金牌运动员，包括男子单打冠军，掌声欢迎张继科。近海快攻张继科。接着是女子单打金牌得主李晓霞，李晓霞。一一为各位介绍男子团体金牌得主，首先王浩，王浩，哇，真是王浩。还有他的队友马龙，马龙。当然也有我们男子单打的金牌得主，也是团体金牌得主张继科。接着我们要介绍女子团体金牌的成员，包括丁宁，丁玲，还有郭约，郭约。当然也有李晓霞。再次欢迎我们十三位的金牌运动员，大家再俾掌声鼓励下。跟住就献花，我哋而家请羽毛球总会青苗同重点青年军学员
仲有乒乓总会少儿精英运动员是献花给金牌运动员的。哇，刚才听到现场的朋友对每一位的金牌运动员都是掌声雷动。咁其中咧，對幾位，譬如李曉霞、丁寧啊、張繼科啊、黃浩啦，我見到佢舉埋牌添嘅又，係啦。咁啊，其實大家亦都俾多啲掌聲，我哋呢一班嘅小朋友，咁啊，佢哋亦都將會係我哋嚟緊香港未來喺羽毛球同乒乓球項目嘅希望。咁啊，希望佢哋加油，俾心機練波，將來咧就可以好似台上嘅哥哥姐姐一樣，能夠成為奧運金牌選手。好啦。好啦，请我哋献花嘅小朋友咧，暂时可以移步去到台下，金牌运动员啊，留低下。好。跟住咧，我哋就系会奏国歌嘅，请各位现场嘅观众朋友咧起立，面向国旗同埋咧就区旗。请各位起立，奏国歌。香港警察乐队，各位请坐。跟住有个握手礼嘅吓，咁啊介绍我哋握手礼嘅主礼嘉宾，有林郑月娥司长，有请刘鹏主席，霍震霆会长，有请冯程淑仪处长，汤伟伦主席，亦都有余国梁主席。咁喺進行咗握手禮之後咧，我哋係會有兩張嘅大合照嘅。咁大合照之後咧，就開始有我哋嘅示範表演啊。咁以及咧就係呢個同樂嘅時間嚇。係啦，咁今日咧我哋會首先進行咧，大家見到咧就係羽毛球嘅示範表演，亦都有同樂嘅環節。咁啊，而接住咧，我哋喺下半部分就會有乒乓球嘅示範表演噶。咁啊，喺六位主禮嘉賓咧，係完成咗握手禮之後，我哋就會請各位嘅嘉賓留步啦。咁啊，而跟住咧，我哋就會請出咧係國家隊兩個項目嘅教練咧，就係上台嘅。係啦，包括羽毛球嘅教練夏宣澤先生，以及國家乒乓球教練李準先生咧，係一齊上台咧影第一張嘅大合照嘅。有請兩位嘅教練。现在我们有请我们国家队的羽毛球教练以及我们的乒乓球教练一起上台。咁啊，近啊，就各位现场嘅朋友，我哋第一张大合照之后咧，就会有第二张嘅大合照嘅。因为今次呢个活动咧，就有好多嘅總會啦，以及咧係工作人員咧係參與嘅，咁仲有好多係領導啦。好，咁我哋第一張大合照咧就 OK 嘅啦喎，咁我哋準備第二張嘅大合照嘅。好，現在請各位嘉賓留步，接下來我們還要邀請國家體育總局外聯司司長宋汝征先生。国港办交流司司长钱立军先生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处长吴坚先生上台。系啦，咁啊喺第二张大合照嘅咧，包括系有国家体育总局嘅外联司司长宋汝征先生、处长吴坚先生，仲有国港办嘅交流司司长钱力军先生嘅。咁啊仲唔止嘅，咁我哋咧就其实仲有一班咧系劳苦功高嘅，就系香港的羽毛球和乒乓球的代表队的队员和教练都有份出力的。千祈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们一班香港的运动员在今届伦敦奥运都是非常辛苦打拼的。是啊，羽毛球大家知道我们两位运动员表现很出色，单打是啊，蓝铁团体又好东西啊。是啊，在乒乓球我们打入四强，其实我们的成绩是相当之好的。
好，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主理嘉宾以及我们所有金牌运动员向后退一步，比较靠近我们的背景板，和我们香港代表队的运动员一同合影。咁啊，而家请我哋所有主理嘉宾咧往后退一步，咁啊，同我哋一班香港代表队咧就靠近少少，一齐影呢一幅嘅大合照啊！嗱，咁啊，影完相之後咧，大家準備你嘅係入場券咯。我哋立即會抽出咧係十位咧有份參與金牌運動員咧一齊打波呢個同樂嘅幸運兒嘅嚇。咁啊，抽中你咧，記得就立即去到三四號看台嗰度等嘅。咁啊，然之後嗱，一個人舉咗牌嘅嚇，我哋好快噶啦。好，我哋嘅合照完畢，亦都有請各位嘅嘉賓啦，各位移步到咧你嘅主禮台上邊咧就係就座嘅各位運動員。谢谢我们的主理嘉宾以及我们的金牌运动员，也掌声再次谢谢我们的运动员，你们可以先回座，亦都俾啲掌声，预祝你可以成为被抽中嘅幸运儿啊！工作人员，唔该个抽奖箱。好，麻烦我哋嘅工作人员，會唔會佢哋喺熱烈歡呼嘅時候唔記得咗自己張入場券喺邊度咧？嘉樂，好啦，我哋抽咗之後咧，讀咗個號碼，我哋要爭取時間，俾嗰啲金牌運動員咧係表演多啲。好，咁我哋而家抽十個，好冇？十個，阿勤你先抽五個。好，入場券請準備下，記住三四號位，得嗰邊 ，OK， 第一張嘅號碼，哇，這個號碼係。好細粒嘅啫喎，係咪應該係下邊呢個咧？邊個號碼？係後邊36002080。係有嘅，就即刻去嗰度啦。係啦，第一個36002080。第二個36015040。第三個36024070。第四個36022237。好，大翻啲，跟住36033358。第六个36013255。第七个36030075。第八个36031037。第九位36012777。最後一個，第十個，爭取時間啊！36032040。好，請呢個幸運兒去。好啦，請你十位嘅幸運兒盡快咧，就係跟隨我哋大委員嘅指示，去到第三同第四區域中間嘅出口位度，向我哋呢一位嘅工作人員報到同埋集合。再一次提醒，同埋所有參加同樂活動嘅朋友，必須要穿著運動鞋。如果你沒有穿著運動鞋的話，請你將你的機會送贈給身邊的朋友或者觀眾。好，阿勤，你都示範表演環節，究竟今天是怎樣玩法呢？就找到我們的拍檔，就是羽毛球總會的業務秘書新年周日光先生的，大家給他掌聲啊，新年。好，怎樣玩法？嘉樂 Give me five。 為什麼？怎樣玩呢？新年，因為 Give Me Five 咧，今年咧，我哋奧運會咧，中國國家隊嘅羽毛球運動員攞咗五個項目金牌，包辦曬，俾掌聲大家。係啦，五個贏曬喎，係嘛？其實啊，新人我覺得最難就其中一個咧，就男雙啊，可唔可以安排男子雙打表演先咧？其實女雙都好難㗎。係啊，咁不如男雙打女雙啦。咦，好喎、啊。係啦。哇，風雲組合咁啊，傅海峰同埋蔡溫。就會對住係女雙嘅金牌係邊位啊？女雙嘅金牌就係田馨、趙雲蕾。好，俾啲掌聲佢哋四位。現在我們首先要進行的是雙打示範表演。首先會由我們國家隊的男雙組合與我們的女雙組合進行示範表演。好，就請蔡溫、傅海峰。係。佢哋做緊熱身喺後台。係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一班嘅運動員出嚟示範咧，並唔係話求其同你打下就算，真係咧係俾到少少俾啲真功夫俾你睇到，所以而家咧係要做足熱身，同埋咧唔會話淨係著住嗰啲熱身嘅套裝咧就同你打波㗎。
呢套套裝梗係奧運會套裝啦。喂，已經有運動員準備好咯，係咪田興啊？嚟緊啦！大家唔好亂擲你嘅掌聲同埋嘅旗啊！哦，區旗國旗。不知道大家記唔記得蔡溫同埋傅海峰咧，其實都是上屆2008京澳的金牌男子得主啊！記唔記得？梗係記得啦，有嚟過噶嘛，都係。其實去年喺2011年在我哋香港的超級賽咧，蔡溫傅海峰都係攞咗冠軍的，所以叫做是風雲組合咯，冇錯，世界排名第一啦，冇錯。亦都係咧，佢哋嘅殺球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阿嘉樂咧，成日都喺電視講話。速度啊！羽毛球速度嘅殺球嘅速度幾多啊？殺球速度啊！殺球嘅速度，世界紀錄。殺球速度，世界紀錄。你講啦。400嘅接近一小時嘅啊，呢個時速啊，佢邊個殺出嚟嘅？知唔知啊？我哋嘅雙打運動員啊，嚇！等間睇睇佢哋嘅速度係咪咁快啦？嚇！個羽毛球速度嚟咯，我哋請佢出嚟啦。再一次介紹啦，好嘛？好，就係田興以及咧係趙雲雷，大家俾掌聲。仲有咧就係傅海峰同埋蔡溫嘅。熱烈掌聲請出我們國家隊的男雙金牌組合蔡溫傅海峰，以及我們女雙的金牌組合田青趙雲雷。好啦，隨便表演。好啦，打兩球先，做下熱身先啊。佢哋係咪自己今日咧最隨便？即係喜歡點樣表演就表演㗎啦。嗱，我哋咧就不如正式，因為好少喺電視機旁邊咧睇到係男雙打女雙嘅。咁不如我哋打個正式嘅比賽好唔好啊？時間關係啦，我哋咧就打七分啦，今次七分啦嚇，唔好太多嘅分數，因為我哋都想睇下其他嘅金牌選手㗎嘛。好。係咪男仔就一組，就男仔一組，女仔一組？七分。嗱，我哋好公平㗎，打羽毛球啊，男可以對女㗎。唯一一個項目可以走埋一齊打嘅啫。咁當然正式比賽就唔會嗱男雙打女雙啦。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佢哋為我哋表演嘅。不如我考一下就現場嘅觀眾朋友啊，大家咁中意打羽毛球，仲記唔記得田興同埋趙雲雷咧？邊一位係打網前居多㗎？記唔記得啊？邊個係打網前㗎？趙雲雷嘅，大家舉一舉手，覺得趙雲雷嘅。揮動你哋嘅國旗咧。啊。咁啊，覺得係田興打呢個網前居多嘅咧？咦？我係靜曬嘅。其實答案係乜嘢咧？答案已經俾咗出嚟啦，大家睇到啦。都幾特別喎，因為嗱，一般啊，新啲人羽毛球咧就係高大球手啊，通常係打後場噶嘛。嗯，係。咁但係而家我哋發覺咧，反而咧就高大嘅趙雲雷咧就會係前場多啲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唔會相差高度好遠，但係最主要後場一個咧攻擊力嘅強啊，嚇咁啊揾個殺球嘅。重網啲嘅，重炮啲嘅，前邊嘅網前控制咧就要移動快，同埋嗰個手感好。好，網前嘅控制好，大家睇一睇係佢哋嘅技術啦。好啦，我哋可以開始啦，好嘛？開始啦。請問我們的運動員準備好沒有？準備好，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第一場的示範賽。打幾多分？用普通話話俾佢聽。七分。對，我們這次的示範表演，第一場是打七分。直接得分制，直接得分制。好啦，交俾我哋嘅裁判准备。各位观众喺我右手边，蔡溫傅海峰；左边田興、趙雲雷。嗱，田興啊喺前面啦，田興嘅網前技術好好噶。趙雲雷发球俾蔡溫，0-0开始。呢度冇氣流啊，國語打出界嘅啫。我可以放大球。好快。2-0。傅海峰發球啦！傅海峰發球啦！你睇到佢都係一個反手嘅發球啊，全部都係。雙打我哋通常都用呢個發球，嗱佢哋唔會咁輕易殺波住㗎嚇，梗係揾機會。嗱呢個係三比零，可惜出咗界啫。佢呢個係咩殺啊？新年呢個係撇殺。撇殺。嗱嚟啦，企得好前啦，準備。
哇！開後場俾佢啊！哎，漏咗都可以補到。殺球，封網，再封。啊！估唔到真係世界最好嘅組合啊！防守啊！俾啲掌聲佢哋。哇！呢個有咩招數啊？後手球波。嗱，呢個咧佢應該失咗位啊！對面殺波殺得靚啊，所以佢用後手係補翻個波嘅啫。係咪自制失位啊？呢個呢個都唔係嘅，正常啊。繼續，嗱一路都係女子攻緊，哇厲害啊！呢個跳殺，再殺，控球。嗱，你睇到女子雙打咧，唔會咁輕易殺波，因為男子嘅防守比較強噶，佢都係製造機會，再殺，係啦。喂，點解佢啲口好似捉錯路咁嘅？2-3，佢隱蔽啊！啊，女子殺殺球要隱蔽啊，因為佢力量比男子少，但係咧就佢要做嗰啲動作係要比較隱蔽，對面睇唔到，網都幫埋佢啊，但係都一樣救到。殺啦！起碼有200呢個。啊，有丟球。哇！新啲啊，真係砰砰聲喎喺度。係啊，點解球4-2？全場都聽到個聲音㗎。啊，頭先係男子組合做咗一個好經常使用嘅前鋒後攻嘅戰術。你雙打嘅戰術係我哋成日都見到㗎。我識出咗界啊！啊，蔡慧芬發球。有個吊球啊，攞機會。嗱，通常佢吊球咧會吊去中間嘅地方，等佢兩個誤會咧。唉，可惜啊，其實係做得好嘅。六，我見佢打完網望塊板，係咪嗰啲線有個力量唔啱咧？照計唔會㗎。照計唔會㗎，照計唔會。佢驚斷咗線啫。啊，高球都係一個調動㗎嚇。嗱，佢透過高球吊球。找機會，比賽結束。好，咁啊，成績點啊？新李今日成績係7-2，係咪？好，俾掌聲佢哋。讓我們熱烈嘅掌聲再次送給我們的男雙金牌組合，還有我們的女雙金牌組合。第一場由男雙7-2獲得勝利。我啊覺得成績相當好啊，對我哋現場觀眾朋友好多技術都睇到。嗱，喺完雙打咧，大家最集中睇啊，梗係。超級單㗎啦，揾邊個同佢打呢？超級單，超級單，我哋梗係揾超級棋啦。哇！林丹對黃永琪，大家俾啲掌聲。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男子單打金牌得主林丹。林丹的對手是我們香港代表隊的黃永琪。林丹大家都不用介紹了，是吧？兩屆奧運的金牌男子單打得主，黃永琪都是我們的香港的 No.1 來的。第二場的示範表演也是打熱身，先熱身熱身。通常我們做足熱身，不過出來都要猜下，感受一下那個氣流啊、溫度啊。不如阿辛迪娜，你好熟兩個球手啦，你又講一講簡單。黃永琪咧，近期你觀察佢有咩特別最優勝嘅地方？黃永琪咧，其實曾經贏過林丹喎，舊年喺呢個丹麥嘅超級賽。我諗大部分觀眾都知㗎，係咪？係啦，有贏有輸啦嚇。咁雖然係輸多贏少，但係咧喺世界上好少人贏咗林丹㗎咋，其實數到㗎，五隻手都數得曬㗎。咁啊，林丹佢嗰個近期威猛嘅地方喺邊度咧？嗱，我就睇到佢咧改變咗好多噶。佢最初出道嘅時候咧，所有嘅波高過個網咧就向下打嘅。咁而家咧，佢係一個成熟型，將所有嘅波咧控制曬。你睇到係嘛？好成熟呢啲。佢唔會令對手嘅波打到佢自己的球場區。佢只會將佢嘅波打去對手嘅球場區。哦，即係而家咧，林丹就唔單止係衝勁、速度快。有時嗰個戰術嘅配合咧，亦都多咗啦。佢控制得很好，同埋咧係有突擊。好啦，大家睇到佢決賽嗰場啦，你防守嗰場啊，好精彩啊！李宗偉啊，嚇，唔係去到最後嗰秒鐘咧，都唔知邊個贏嘅。係啊，咁啊，我嚟啦喎。咁熱身好啦喎，差唔多啦，近啦，不如就請兩位開始啦，好嘛？好，現在請我們兩位運動員準備開始第二場嘅表演賽，由林丹
对黄永琪，我们会进行七分的比赛。比赛开始零比零。你看到林丹的手法是很隱蔽的，他的動作他未打出來大家都不知道他打在哪裡，這些就是羽毛球的隱蔽性。哦，第一分黃永琪拿到一比零。永琪呢就是他我們叫他做巨人殺手，他曾經贏過林丹，也曾經贏過陳金的，陳金都是中國隊的超級的單打運動員，他們的網前球，哇，好厲害，有你們的鼓勵，永琪呢的網前做得很好，是不是很定啊，這個網前，沒錯，控制得很好，很貼網，來吧，三比零。你們壓力比到林丹的似乎控制一下先，打一下啲位置先。哇！你睇下。中發球。呢個佢用咗咩技術啊？嗱，佢反手控一控咧，其實佢手塊板冇喐到㗎，你見到係咪？一比三。好少少喐動㗎，咁佢係控到個邊線。假動作。反手後搶啊！殺啦，應該係啊，點一點落去先。啊，抽翻個斜線，再直線。啊！壓住啊！永琪嘅後場嚟啦嚟啦，進攻啦進攻啦！先發球四比一。哇！永琪好嘢喎嚇，捏住喎、啊。會唔會贏咧？哇！好靚啊！佢個動作真係好細係嘛？隱蔽性。即係又係一個假動作嚟嘅喎。啊！呢、這個係真動作嚟嘅，不過係有。不過佢動作好隱蔽，因為我覺得好似假動作嘅，向前推跟住放喺度點望嘅。冇錯冇錯，你可以講係假動作嘅。又嚟啦，好細嘅動作，嚟啦！哇，第二時間，呢下就真係假動作喎，厲害！哇！哇！好嘢！頭先嗰下係咪叫做盲眼抽波啊？波都唔使望對面喎。冇錯啦，佢嘅球感真係好犀利啊！超級單就咁解啦嘛，係嘛？喺場上都好少見到扮殺波，都可以撈到嘅。你睇到林丹係咩波打到嘅？頭先我都講過啦嚇。嗯。任你打。哎，哇，好嘢！嗱，呢個冇事噶，唔係用個口吹出界嘅，真係出界噶，好，眨下眼咧，林丹已經追翻平手啦喎。林永琪都係揾機會，然後殺啦。哦，中發球。嗱，殺波咧，有時我哋殺離身，有時係要近身噶，呢個係一個變化。哇，仲有兩分嘅喎、啊、我聽到現場嘅觀眾咧就叫黃永琪加油啊！雖然係七分，都希望佢能夠贏到啊！嗱，睇下邊個捧邊個啦，大家一齊捧下佢哋啊！哎呀，先發球五平手，今日就唔打丟士噶啦，係咪啊？唔打噶啦，邊個到七分就七分就贏噶啦、啊！我哋係打直接得分制，不過正即。即使是打七分但是都可以打幾耐下的球證咧好公正啊！呢個是發球的犯規，他是過腰的係咁大膽，林丹開波話佢犯規，咁係犯規就犯規㗎啦！你真係啊！嗱，呢個係我哋香港的裁判係好公正的唔係而家六比五啊，黃永琪嘅 game point 大家俾啲鼓勵啊，黃永琪啊，仲有一分就可以贏埋啦啊！好靚啊！呢、這個反手控網前啊，唔單都係一個反手推後場啊，打曬啊！啊，靚啊！你睇下兩個運動員啊，每個位打到㗎，
喂，原來林丹識用右手打波噶，啊，今日第一次見，右手都可以打波噶。上點平手，即係呢球就即時死亡噶啦，係嘛？即時死亡，最後一球，嚇，黃金得分啊，各位朋友，黃金得分，起板啦，黃永琪，啊！好，大家俾啲掌声，林丹、黄永琪，热烈的掌声送给林丹还有黄永琪。第二场表演赛，香港的黄永琪7-6取得胜利。嗱，跟住咧就不如阿新姐啊，安排我哋香港嘅女子双打出场啊，好嘛？好啊，香港女子双打，潘乐欣、谢影雪，大家俾啲掌声，潘乐欣、谢影雪，因为佢哋要面对咧就系金牌嘅组合。就是田卿同埋赵云蕾啊，有请。现在有请我们第三场的示范表演赛，由香港的代表潘乐恩还有谢颖薛对着我们女双的金牌组合，让我们掌声送给田卿还有赵云蕾。嗱，新啲啊，嗱，趁住电视直播嘅时间咧，就话香港呢队嘅组合潘乐欣同谢影雪啦，咁佢嘅优点喺边度，同埋两个球员嘅特性喺边度啊？嗱，其实佢哋两个球员咧就而家嘅世界排名都21噶，佢曾经系上到系8月嘅时候咧，世界排名9噶，咁所以喺奥运当中咧，佢系都有即系好好嘅位置噶。咁曾经攞过全英锦标赛女子双打第5噶，咁佢特性咧睇到咧系呢个控制型。啊！佢哋兩個身材都比較苗條啲㗎，係咪？左手握板嗰個係潘樂欣咧，定係謝影雪咧？謝影雪嚟㗎。嗯。咁佢最主要係喺後場嘅進攻嘅，潘樂欣係前場嘅鋒網。通常我哋雙打咧，大家會有個分工㗎。啊，某一個咧係會做多啲前邊，揾個做多啲後邊㗎。好，準備好的話，請我們的運動員準備開始我們第三場的表演賽。不如我哋今次緊張啲啦，打5分啦，好唔好啊？嗱，我哋打5分啦，球證，係啦，呢個係一個練習嚟嘅，其實通常咧，球員最後嗰5分咧係好重要噶。如果你掌握到最後嗰5分咧，喺個關鍵決勝嘅時間咧，係打得好咧，個比賽多數贏噶。咁所以我哋不如嚟一個關鍵決勝分，5分嘅直接得分制，好交裁判。比賽開始0-0。謝影雪發球，佢要出界啊！因為頭先都見到啦，我哋女雙嘅金牌組合已經係迎戰過我哋男雙嘅金牌得主噶啦。而家已經係佢哋今日第二場嘅出賽噶啦。陣間趙雲蕾咧，仲要咧係火拍佢嘅混雙組合咧，進行另一場嘅表演添。嗱，第一睇到咧就係一個進攻防守嘅對抗啦。似乎中國隊咧今日做防守型喎。將個波升起，啊！呢啲嘅防守咧就簡直係超級防守啦。啊！呢個好嘅戰術咧，我哋會係打埋兩個人中間咧，就會造成一個誤會。轉發球2-1。啊！進攻翻啦，有機會就殺球，啊！吊球啊！啊！趙雲喺前面，差少少，可能有少少風啊！好啦，潘樂欣快球，趙雲蕾接發球，好球啊，係嘛？進攻型，控住先，好球，四，啊呢個平曬球咧就攞到分，捏住啊我哋啊，香港隊捏住啊，領先。轉發球2-4。好，殺球，封網。啊，睇到啦！啊，趙雲蕾個封網咧真係好快噶。喂，呢個波雖然打落網，3-4，但我覺得就意識好噶，意識好好啊，意識好噶，係啊。在前面開波，田卿接發球做得好啊！我哋發接發咧好重要喺雙打裏邊。
四場點。嘉樂啊，今日嘅風向好似喺對面吹過嚟我哋呢邊喎。哦，咁樣嘅，即係喺香港隊嗰邊。係啦，吹過嚟啊。呢邊。啊，好多時嗰邊打高波會出界啊。嗱，呢個就是黃金得分嚟嘅，大家俾啲就掌聲我哋香港運動員，希望贏多一場啊！頂住啊！哇！好嘢啊！好嘢！厲害厲害！第三場的表演賽，香港代表隊5-4取得勝利。再一次掌聲，謝謝我們的金牌運動員田青、趙寅雷，以及我們香港代表隊的潘乐恩还有谢盈雪。跟住咧就系同乐时间啦。第一场咧，我哋就呢个欢乐时间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混双嘅金牌得主啦，张楠啦，同埋赵云女啦。头先讲过今日嘅神秘嘉宾咧，就究竟系边一对嘅组合会同佢打咧？嗱，咁我哋都想见一下我哋香港嘅女子单打一姐噶嘛，而家几多姐啊？梗系黑妹，黑妹系黑妹喺边？黑妹出嚟啦，黑妹叶佩妍。同埋，我怕我哋打雙打喎，大新年我哋呢場混雙嚟噶，混雙啊，咁邊個拍住黑妹先得咧？咁啊，梗係揾個男仔噶啦。係，睇唔睇到嗰邊啊？好，出嚟啦！羽毛球嘅大師馬俊偉先生。好，我哋香港嘅暫新嘅混雙組合，馬俊偉同埋葉佩妍，仲有張楠、趙雲雷。有请我们的混双金牌组合张楠，再次请出赵云雷、张楠。啊，张楠、赵云雷应该是一对情侣的组合嚟噶。咁样样唔系对阿黑妹有任何嘅暗示系嘛？唔系咁解嘅，我即系话佢哋情侣组合，所以打起混双上嚟咧就好合拍嘅。我都見過佢幾次攞冠軍嘅親眼嚇，咁啊最開心啦！兩年前嘅亞運會喺廣州啦，啊，佢哋兩個嘅出嚟嘅時候嘅混雙咧係無懈可擊啊，由頭到尾贏到尾。哇！你睇到阿馬仔好犀利喎嚇，你睇下殺波好勁啊！殺波，咦得喎！嚇親你添！好啦，好啦，比賽開始，好期比賽開始啊！喂，我哋係咪想見佢耐啲啊？係啦，係咪啊？我哋打七分啦，好嘛？打七分啦，不如好呢一場我哋打七分嘅。打七分啊！喂，不如頭三分國家隊唔准進攻啊？都好啊，淨係香港隊進攻啊，好冇？好 ，good idea 啊！好，不准進攻啊！呢邊進攻。不過咧，有時防守咧呢邊仲辛苦㗎。都係讓三分。冇讓。國家隊咧，起碼至少應該讓我哋七分㗎。唔使讓，唔使讓。讓七分啊，你冇得打㗎啦喎。好，現在我們第四場的示範表演賽有一個特別的規則，投三分，我們國家金牌運動員暫停進攻。好，開始，開始。我們打七分的直接得分制。誒唔好唔記得喎，唔攻都好難攻得入嘅喎，啊！你睇下係咪啊？打到加油啊，馬仔！完啦！加油啊，馬仔嗱！轉發球1-0。嗱，阿黑妹已經話個戰術俾你聽啦嚇。戰術。戰術嗱，溝通好重要啊，喺球場上邊。我覺得黑妹守後場仲好咯，馬俊喺前場係咁大把抽。上前啦，馬俊上前。係啦，2-0。係咯，應該係噶，一打完就衝上前。係一打完就衝上前，佢一短波啊，馬仔就拍落去。上前啦，馬仔上前，走上前啦，走上前面啦，走上前面啦，走上前。係佢聽唔到啊，太過投入啊。係上前。哎呀，叫你封網。其實他想用的戰術就是第二時間啊，後攻前鋒啊嘛，冇錯啊，第二時間啊，俾後面嗰打，即係好像排球的前掩後快咯，冇錯啦，不過做唔到。喂，加油啊，馬仔，行下先。大家俾多啲掌聲，同我哋香港嘅組合加油先。哇！俾心機，俾心機。嗱，阿葉佩妍就起板，一尾進攻，跟住馬仔衝進前邊。仔女，嚟啦！吊球打呀！
機會嚟㗎，餐屎波嚟㗎。同埋你見到張楠咧，直情咧已經冚住咗喺個網前面。5-0，佢盡咗力㗎啦，盡咗力了。繼續努力，沙女，好，你啊，好嘢好嘢，中發球1-5，好嘢好嘢。阿馬姐話起碼攞咗一分先，大家俾啲掌聲佢啊。係啊，睇我哋再攞分。嗱，製造到個機會俾黑妹殺落去啊！正話，好靚啊發球，哇靚啊，打落去，算唔算係國家隊一個非常好嘅助攻咧？呢個係一個升波嘅，幾好啊！不過呢個波都唔易殺㗎，個波係就算好難嘅，好難嘅，燙過嚟㗎，有少少。時間好短㗎。嗱、呢個證明啊，馬俊偉係有練波㗎。打落嚟啊！假動作，假動作。厲害啊！啲假動作啊！嚟啦！好，再嚟，上啊！轉發球6，長點比二。好啦，犀利喎！佢連續走咗3球喎。係啦，國家隊嘅 game point 啊！加油啊，馬俊偉！哦，比賽結束。好，比賽結束。大家俾啲掌聲，咪四位運動員：張楠、趙雲蕾、好精彩，好精彩！葉佩賢。第四場的示範表演賽完結，再一次掌聲，謝謝我們的混雙組合張楠、趙雲蕾。咁啊，下一場嘅同樂時間就係新任嘅男女單金牌李雪睿，香港派邊個出嚟同佢玩？香港咧，梗係派我哋嘅香港 number one 啦。咦，咁唔係即係葉佩賢？唔係，我哋派我哋嘅香港青少年隊嘅 number one 吳子柔。好，阿吳子柔放膽打得㗎啦，放膽打，同樂時間嚟嘅。嗱，吳子柔啊，犀利啦，係康樂文化事務處嘅階低培訓學員嚟㗎，佢而家係重點青年軍，而家已經喺香港體育學院接受訓練㗎，曾經攞過中銀香港全港。分區青年軍全能代表帽嘅女子單打全能冠軍，同埋中銀香港全港羽毛錦標賽初級組女子單打冠軍，亦都係攞咗中銀香港全港啱啱打完嘅全港青少年錦標賽女子單打冠軍，咁即係香港排名嘅喺佢級別第一㗎，俾啲掌聲佢，鼓勵佢。我哋爭取時間啦，阿新李。好，不如開波啦，我哋已經做咗熱身啦。今次我哋又係打決勝球，5分嘅。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五场的示范表演赛，我们会进行5分的直接得分制，由国家队的李雪睿对战我们香港的青年军吴子柔。转发球1-0。嗱，李雪睿咧系擅长咧系拉吊嘅，你睇到啲移动好快，同埋啲波咧打到好到点噶。你睇佢行下行下啫係嘛？但係我哋嘅吳子柔都唔弱喎，移動都係好快，俾心機啊！吳子柔，2-0。3-0。加油加油！啊！呢、這個平高球走得好啊，逼到啊！李雪睿打得出界啊！啊！真係有氣流啊，又出界。2-3。3-0。啊！追到啦！追到啦！4-3。差一分喎，差一分喎，睇下得唔得啦？壓住後場，啊！你嗰車先前場，轉發球4-0。改變發球啊！李雪睿啊，突然間發短球，吊嘅車先前場。比賽結束，差少少啦，過網就好啦啊！
送翻多啲嘅掌聲啦！完成啦，完成啦，完成啦！係啦，我哋比賽已經完成㗎啦，打埋呢球好投入啊！啊，呢球係加嘅， okay, 送嘅。因為我哋頭先係打五分嘅直接得分制，所以比賽已經完結，掌聲送翻俾我哋兩位嘅運動員。係啦，當打和啦，啊，攞埋呢分五比五啦，友誼第一嚇，比賽第二。好，友誼第一就同樂時間啦。冇錯。咁你觀眾最中意嗰五位幸運兒出咗嚟未啊？五位幸運兒，出嚟出嚟，請出嚟。點樣玩法啊，新李？嗱，佢哋會出嚟咧，同我哋嘅國家金牌選手咧係比拼噶。比拼啊，輪流嘅車輪戰啦。係啦。同邊個比拼啊？最中意想同邊個打？你哋唔使講啊，梗係阿林丹啦，係嘛？唔知佢派邊個咧？睇下先，睇先，睇下教練，睇下教練安排邊一個出場咧？係啦。咦，有兩個出嚟喎嚇。兩個先係嘛？仲有三位運動員咧。好嘅，好。嗱，睇下教練安排邊個同你哋打啦嚇，咁啊佢哋防守嘅啫，又係進攻嚇，搏命進攻得噶啦嚇。一間又係啊，你哋出嚟好嘛？有波就拍落去得噶啦。總之一個拍失咗咧，就跟住兩個梗係揾翻兩個啦，係嘛？決定出嚟啦，決定出嚟，決定出嚟。啊，都係傅海峰同埋蔡溫啊。係。好，掌聲再一次俾傅海峰同埋蔡溫，我哋男雙嘅金牌組合。OK。防守，防守，他们进攻啊，好吧，好不好？嗱，我哋唔计分噶，唔计分啊。系啦，你去感受一下咩叫做世界选手啦。哇，真系唔错啊！呢两个幸运儿吓，打得有板有眼。有板有眼啊，识打噶，识打噶。系咯，又识杀波添啊，杀落去。啊，又识高远球，识杀波喎。平时应该有打波啊，呢两位嘅幸运儿。系啦。加油！啊，好啊，好啊，好啊，向下殺啦！哇，好嘢！傅海峰都俾你殺到，竟然係放膽打啦！唔係好多機會咧，係俾你咁拍噶嚇。係啊，係啊，有機會就拍啦！你見佢哋球球波都升俾你去拍噶啦！哇，好靚啊！放膽打落去！啊，再嚟！冇錯啦，大力啲添。係啦，嗱，殺佢兩個中間最好噶，其實。哇！咁都夠到。係啊，好。好啦，跟住我哋俾我哋兩位女將係啦，我哋揾兩位嘅女仔可以過去試一試啦。好，三個一齊啊！三個一齊，好。三個一齊，但係輪住兩個落喎。啊，還有繼續，我們現在是三對二，對。有的有呢些比賽的有邊位同佢打？不過不是正式的比賽。哦，林丹同佢打，林丹出嚟，俾林丹同佢打。好，公平一點，我們三對三。開始，拍落去得噶啦。哇，三個嘅世界超級巨星啊！林丹未出嚟咧都仲還好，林丹一出嚟之後咧，三個女仔就緊張啦。喂，大家俾啲掌聲啊！雖然打唔到個波，你嚇嚇到林丹，嚇到林丹即刻坐翻低先。唔係喎，一對四啦，不如幫手幫手。你見到阿蔡溫，不如過嚟。係啦，嗱，我要咁打。嗱，要揾翻個林丹幫手先得㗎，一個打四個打唔係啦。幸運兒上去啦，上去打啦，行前去。好唔好？我哋不如找其中一個女仔過嚟我哋國家隊呢邊啊，好嘛？唔怕啦，開俾佢，開俾佢。係啦。唉，阿勤幫佢調一調個位啊，勤。唔係咯，你哋個個匿曬喺阿蔡溫後邊冇用噶喎。既然係匿，不如你匿過去嗰邊啦。你企佢哋中間係啦，你企佢哋中間，冇錯，係啦，再温打後面得噶啦 ，OK。會唔會借啲椅飛過嗰邊救波咧？梗係企埋左邊少少好啲啦，感受下嗰個。你要打噶，你嘗試救係啦，你慢慢褪後，拎起塊板，係啊，嚇親嚇親，好似嚇親林丹啊！點啊嗰下，嚇親佢。好嘢喎！呢個幸運兒啊，擋到啊！係啦，就算個波唔到你嗰度，你都可以作下狀參與下嘅要係啦。叉燒叉燒，
哎，好，我哋打咗一個來回球啦 ，OK。最後一球，嗱，把握你嘅機會啊！不如我做教練啦，佢一定要舉塊拍啊嘛，舉高塊拍先，舉高塊拍，低啦，舉高，係啦，哇，差啲掂到，冇事冇事，好，哇，好，好啦，我們的同樂時間完結，掌聲再次謝謝我們三位運動員林丹、傅海峰、蔡英。哇！真係難得嘅機會啊！我哋恭喜我哋嘅現場觀眾，咪可以有呢一個機會參與我哋嘅同樂。好啦，咁啊呢個時間亦都咧，唔該曬新年，唔該曬，唔該曬。大家俾翻啲多啲掌聲啊，新年先。嗱，咁我哋現場咧就要係轉換場地啦。羽毛球嘅表演好精彩啦，跟住乒乓球啦，但我哋中間都有兩個表演咧，係安排俾大家嘅。冇錯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咗兩個嘅精彩嘅表演環節。首先，我哋要有請中國香港跳繩總會為我哋表演速度同埋花式跳繩。咁我哋其實中國香港跳繩總會運動員咧喺上個月舉行嘅世界錦標賽嘅表現非常出色啊，攞咗好多項嘅獎牌，係非常之出名噶。掌聲送俾我哋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運動員。以下嘅時間交俾佢哋，俾心機做啊，因為係現場直播噶，好多觀眾睇緊嘅電視機，現場嘅朋友亦都睇緊噶。好，咁多位觀眾大家好啊！咁再次介紹我哋嚟自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咁事不宜遲，不如俾多次熱烈嘅掌聲佢哋，我哋準備代為大家送上最精彩嘅表演。咁就咧互相配合去做出一連串嘅動作，當中包括一啲轉身啦、轉繩啦、交叉同埋跨下嘅動作。咁眨眼間咧已經由一個車輪的花式變成了一個連鎖的花式了。咁我哋而家咧示範緊一些團體的花式，例如我哋會有四至五名的運動員一起去共用一條繩啦，而當中大家會有來回嘅穿插，做出不同的配合。咁頭先我哋睇個個人花式嘅示範，咁其實咧我哋配合埋大繩咧，都可以組合出一個繩中繩嘅花式。咁而家大家見到咧兩條大繩係重疊咗嘅，我哋呢個花式咧叫十字繩。咁當中包括咗一啲轉位啦。咁喺繩入邊咧，亦都可以做一啲時光穿梭嘅動作嘅。好，俾少少熱烈嘅掌聲佢哋得唔得？好，接住咧落嚟，我哋有兩位嘅女將同我哋示範一個雙人同步。咁你見到啦，其實女仔嘅運動員咧，佢哋多數配合音樂嘅時候咧，會多一啲嘅側擺啦、轉身嘅動作。咁當中咧，亦都講求兩個人互相配合，做出一啲嘅interaction 嘅。咁而家接住落嚟咧，我哋有我哋世青賽嘅代表。好，大家俾少掌聲得唔得？好。好，咁而家同我哋示範嘅運動員咧叫吳柏琪，咁佢喺世青賽入邊咧攞到世界排名係攞第一嘅。咁其實花式跳繩咧，我哋當中混合咗嘅體操啊、武術嘅元素咧，主要係我哋想增加觀眾嘅觀賞性啦，同埋娛樂性嘅。咁而你見到運動員咧，雖然喺台上面好似跳得好輕鬆，但係每一個咧都落咗好多嘅苦功去練習。咁甚至啦，除咗跳之外咧，一啲防病嘅動作都難唔到佢哋嘅。Single road speed
double Dutch speed, 10 seconds. Judge is ready. Skipper's ready. Set.咁喺我哋嘅世界賽入邊，除咗一啲嘅花式嘅項目之外咧，亦都有速度嘅項目。而家台上面咧就有交互性速度跳同埋個人性嘅速度跳。咁咧，觀眾平時比較少見咧，就係我哋而家台上面示範緊嘅呢個花式，咁就叫交互繩或者叫雙帶繩。咁咧，講求運動員咧兩條繩係向內去揈，咁而中間咧有運動員咧係進行唔同嘅動作嘅。咁頭先講咗啦，咁其實花式跳繩咧，我哋而家都融合咗一啲體操啦、武術啦。咁你見到我哋嘅運動員咧喺體操方面一啲嘅空翻啊、手翻上面咧，我哋都落咗唔少嘅苦功落去喎。咁一啲雙人嘅合作花式，咁我哋嘅女運動員都唔示弱嘅喎。咁大家咧而家見到嘅咧都係一個雙人同步花式。咁我哋會見到咧喺男仔嘅運動員上面咧，佢哋會根據音樂編排出一啲比較力量型嘅動作，包括咗一啲手翻啊、空翻嘅動作嘅。而當中咧二人同步咧，我哋十分之講求兩個運動員嘅合作性啦。而最後咧，而家我哋為大家送上嘅就一個多人嘅同步花式。咁當中一啲簡單嘅提膝啊，一啲基礎嘅動作。好，再次俾多次熱烈嘅掌聲，多謝一班嚟自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運動員。好。而家將現場時間交翻俾大會 MC， 唔該曬。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大家掌聲再俾多啲，我哋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運動員啊，咁啊可以真係令大家大開眼界。接著落嚟嘅表演咧，同樣都令大家咧係感到十分興奮嘅。跟住我哋會由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為我哋安排咗啦啦隊示範。去喎。咁一啲雙人嘅合作花式。咁我哋嘅女運動員都唔示弱嘅喎。咁大家咧而家見到嘅咧都係一個雙人同步花式。咁我哋會見到咧喺男仔嘅運動員上面咧，佢哋會根據音樂編排出一啲比較力量型嘅動作，包括咗一啲手翻啊、空翻嘅動作嘅。而當中咧，二人同步咧，我哋十分之講求兩個運動員嘅合作性啦。而最後咧，而家我哋為大家送上嘅就一個多人嘅同步花式。咁當中一啲簡單嘅提膝啊，一啲基礎嘅動作。好，再次俾多次熱烈嘅掌聲，多謝一班嚟自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運動員。好，而家將現場時間交翻俾大會 MC， 唔該曬。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大家掌聲再俾多啲，我哋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嘅運動員啊，咁啊可以真係令大家大開眼界。接著落嚟嘅表演咧，同樣都令大家咧係感到十分興奮嘅。跟住我哋會由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為我哋安排咗啦啦隊示範表演，掌聲送俾我哋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嘅成員。L-E-G-O
我想大家的掌声未够啊。好，我们的队员准备好，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尖叫欢呼了。谢谢我们来自中国香港啦啦队总会的多位成员啊，辛苦晒，辛苦晒，睇住啊，两个都要接住啊。好啦，咁啊，多谢晒就系啦啦队嘅精彩演出，大家再一次俾掌声佢好嘛？咁其实佢哋准备咗咧系有更多嘅表演嘅，咁可惜因为嗰个时间关系啦，咁我哋立即进入我哋呢个环节啦，阿勤。好。应该就乒乓球嘅示范表演噶啦，大家俾啲掌声啊！嗱，掌声一定要多。當然我們今天除了要歡迎我們的金牌運動員，我們跟著要介紹我們這一位，今天就不做運動員，今天做評述，因為今天我們邀請到香港乒乓總會，也是我們曾經拿過香港奧運銀牌得主李靖為大家進行評述的，掌聲歡迎李靖。 Hello， 哇，大家好，哇，今天大家很高興啊。大家都很少見到阿靖穿到這麼官仔骨骨喎，今日你坐正中間，係啦。今日我哋會點樣玩法呢？阿靖，今日我哋示範。其實咧，今日咧就先係女單嘅，咁阿李曉霞第一場對阿鐵亞娜先。好，咁我哋首先俾啲掌聲咧，歡迎阿李曉霞。咁啊，仲有香港嘅鐵亞娜。第一場是我們女單的示範表演，首先邀請我們國家隊的李曉霞對着我們香港的鐵亞娜。铁亚娜，铁亚娜，不好意思，冇所谓啊，今日同乐日啦吓。好，今日我哋第一场打女单，我哋今日会进行几多少场嘅表演赛呢？首先，练一个球吧。
练一个，练一个。啊，直接开始，好的。啊，直接开始吗？啊，直接开始喎，又打几多分啊？十一分。十一分咁多，一局，一局，一局。好，睇时间啦，好嘛？睇时间啦。因为我要尽量多啲吓。OK， 好。咁啊，阿李靖啊，不如佢哋打紧嘅时候，你一路评述过程啦。我见你写咗好多心得喺度噶，尽量讲吓。唔系我写嘅。啊，唔系我写嘅，唔系我写。我相信要阿靖講就唔使寫噶啦，直接可以話俾你聽噶啦。咁啊，當然啊，今年啊喺倫敦奧運，咁啊，除咗我哋頭先見，我哋見過羽毛球，我哋乒乓球啊，國家隊嘅金牌運動員都相當多啊。今年都可以話係包辦噶咯，咁啊。我今日睇阿跳亞那件衫幾靚啊，啲顏色幾好啊。你咁樣講，佢會唔會有壓力啊？你睇佢嘅姿勢，一睇知冇壓力啊，仲揮手。氣息不錯啊，今日大家都不錯。係，阿李曉霞嘅氣息都幾好啊。李曉霞當然 keep 得好啦，奧運冠軍喎、啊，到而家都仲係好高興嘅其實。不如比賽開始咧，比賽好唔好？啦，比賽開始。好，俾多啲掌聲，我哋兩位運動員準備第一場嘅比賽開始。係，唔準扭計㗎，裁判話開始就開始㗎啦。Okay， 可以开始了，裁判说了算。比赛开始，李晓霞发球，零对零。发球，一对零。送的这球，啊，礼尚往来啊，李晓霞要识做了。李晓霞识唔识听广东话噶？那李小霞要识做。OK 喎，哎，真的很失座哦。天安門，一比一啊，咦，咁保守嘅今日，啊，猜，咦，一個練習式打法，第二板，第三板，第四板。第五板，一對二，好球！我剛啱李曉霞波賴賴望，令個鐵馬拿咧有少少估錯咗。好，呢邊出界，運氣好，運氣好。講個鐵馬拿運氣好，對方，對方運氣好，三比一。反手拉起，四對一。阿天亞娜好開心啊！呢球失得，側身起板，啊，二對四，天亞娜，即係你一球我一球啊！大家反手失下咁啊！天亞娜有陣時特登可能失咗波，等我哋香港嘅觀眾講多啲加油打氣嘅説話啊嘛！係啊，咁大家要掌聲先得㗎。係咯。剛才一聽到一有啲籃球迷講天馬拿加油，即刻攞分啊！四對四，李曉霞。我諗啊，天馬拿要加多兩錢肉先得啦。咦，真係喎，速度打翻起身喎，好快。五對四，好靚嘅球變直線啦！我哋喺電視啊睇得多啊，而家現場我睇下我都有啲壓力。四對六，天馬拿又送分喎、啊。你照姿勢分一百分啦、啊。我都覺得係。記者最中意啊，影相影得靚。最緊要係呢啲 shot。四對七。我哋睇到李曉霞嗰啲正手輕輕捆捆個波都攞命嘅真係，但係李曉霞就冇阿貼阿娜咁瀟灑啦，認真好多嚇。對拉，即刻認真翻嚟啦！放高球，八對四，李曉霞。唔係貼阿娜個表情話咗俾我聽，個燈光唔夠啫，可能燈光今日唔夠。
爭緊我哋場中間個 disco 波啦！拉起九對四，跳下啦！加油！我哋大把時間，慢慢嚟，唔急嘅。五對九，跳下啦！好球！六對九，呢個就係阿跳亞麗嘅招牌反手得分啦！大家可以學一下喎，而家即刻可以做下動作嘅，其實即刻收到嘅。好，呢啲基本功都好扎實啦。哦，九對七，仲網出界啊！好啦，慢慢跳亞麗追翻上嚟啦。你話發球？跳下啦，反手，反手，正手，咦，一個反手拉球，正手側身，十對七，咁即係話嚟到李曉霞嘅 game point 咯，李曉霞發球。精彩啊！呢球，一個閃電式拉球，李曉霞勝十一對八。好啊，李曉霞險勝添亞啦。係啦，咁啊，李靜，第二場咧，嗱，我哋啊爭取時間，俾大家睇多啲波，好唔好？咁啊，分數咧，我哋打少啲。咁但係咧就場數一樣，好嘛 ？OK。跟住第二場係邊隊啊？第二場就係、是丁寧同埋李浩晴對郭若姜華棍。咦？咁就我哋今次嚟一個中港嘅混合女雙嘅表演賽，掌聲歡迎我哋四位嘅運動員。咁啊，呢一局咧就打七分嘅啫。好啦，我哋速度可以打快嘅。咁啊，我哋亦都見到啦，我哋國家隊的女雙組合丁寧同埋郭若啦，同埋呢邊咧就分開嚟，今次咧就同我哋香港的代表隊一起咧係合作。阿丁寧頭先等緊大家的掌聲啊，係。阿李浩晴入嚟啦，李浩晴。阿郭若喺度化緊妝啊，等陣啊，大家唔好意思。係化緊妝。只腳啊。哦 ，OK。著鞋。七分咧，雖然就短短地啦，咁但係我哋真係要俾啲特別嘅規則俾佢啊，等佢咧可以盡情發揮啊。係啊，一定要都自由發揮嘅，大家同樂啫，大家開心得嘅最緊要。咁丁寧同阿李浩晴其實係一個呢、這個組合係穩健加進攻啦，咁郭若同阿姜華棍就力量同速度嘅結合啦。嗱，今次誒喺奧運會咧，阿李靜你都一路評述睇過佢哋打過比賽啦。咁你會覺得我哋而家四位啲運動員咧，先講我哋香港兩個女仔，咁啊佢哋今次咧，你覺得佢哋最大嘅優點喺邊一度啊？最大嘅優點當然係技術犀利啦。技術犀利係嘛？當然啦。哇！呢、這個勁啊嚇！呢、這個如果唔係都代表唔到香港出賽啦，係咪？所以香港都係 number one 嘅佢哋。咁當然中國呢兩隊呢兩個選手冠軍啦，大家。都認識嘅其實係啦，同埋丁寧去打嗰場嘅決賽咧，大家對佢嘅印象都好深刻啊！嗰、那個拼勁係十足啊，咁啊，氣質好好添啦，係識喊嘅，女性嘅温柔全部出曬嚟。好咁啊，暖身咁啊，做埋呢球之後就開始嘅咯。可以開始了，七分。这一局你们尽情的发力。李浩晴发球零对零，但是发力会不会是香港打回香港呢？一对零，零对二，郭若，咦，让得好明显啊呢球。哇！呢球明顯啲喎，鄭。呢球氣流問題，一個管太大。啱啱颱風到啊！哇！我哋個個等住阿姜華棍大板拍落去嘅時候，佢搞啲咁噶嚇。佢等緊天平過嚟。
三對一，丁玲。咦，個個都變成太極高手嘅。哇！四對一，犀利喎，變陣啊！但係都係你哋兩個一組，所以你哋兩個只不過轉咗邊啫。好有創意嘅打法啊！哇！哇！犀利！哇！好嘢，好嘢！嗱，大家平常睇雙打多啊，呢一個就係我哋嚟緊嘅新加入嘅四打車輪戰。係啦，真正嘅車輪戰啊！緊要揾邊個發球都唔緊要嘅。你叮嚟，搞到我哋嘅裁判都有啲混亂啦。大家唔好以為好容易打，佢揼下揼下，其實好講手感嘅，其實冇翻十年八年功夫都唔得嘅。大力，六對一。我知道佢呢一球係想學阿林丹嘅，抌到俾你講中。我想國際兵聯可以考慮一下改下規則，四打而已，真是挺好。辛苦在又是我們裁判不知道望哪邊的。好，大家說了最終誰輸？六比二。裁判都已經不再宣布了。七比二，好。咁啊，李浩晴同阿丁玲。咁啊，李晴啊，呢一場嘅大開眼界，我都睇到好開心啦。就係呢個車輪戰啊，我都第一次睇。第一次睇你都係。我對乒乓球原來已經認識咁淺嘅嘢。咁啊，現場嘅朋友，我相信都係第一次睇係嘛？好啦，另一場啦，嗱，咁啊，不如整個男單表演一下啦。咁啊，係啦，咁啊，有請我哋大滿貫張繼科。對手呢，對手就是我們香港的選手唐鵬。哇，你現在唐鵬是啊，對了，主場當然是我先行先、啊、大家都知道倫敦奧運張繼科拿了、啊、奧運冠軍、啊、還有拿了個大滿貫、啊、我們唐鵬有機會對陣、啊、張繼科，其實、啊、唐鵬都是僅處於大滿貫的水平的，其實是啦、啊、那這一局哇、嗯、謀殺回多少的菲林先，咁啊，繼續都係打七分波嚇，係啦，繼續都係七分。其實如果真係冇睇開乒乓球，淨大滿貫，即係話要贏曬邊幾個賽事咧？贏曬世界錦標賽啦、世界盃啦，同埋奧運會單打，咁咧即係好犀利一個驚人嘅戰績。而且佢係喺乒乓球入邊咧最年輕一個，即係攞得最快嘅。嗯，坐火箭啊，即係一兩年就攞曬。哇！犀利啊！咁而我哋嘅唐鵬咧？唐鵬啊，我哋呢個新秀嚟嘅，咁啊同得奧運冠軍打啫，都唔係太差，應該奧運亞軍嘅，其實都係。嗯。好啦，咁我哋練埋呢球之後就可以開始啦。可以開始啦。比賽開始，唐鵬發球，零對零。唐鵬發球，等一陣、欸，原來個波壞咗，換個波。大家看到兩個反手都是很勁噶，一個速度，一個旋轉，咁啊，睇下邊個更加穩嘅啫。而家一對零，唐鵬發球，擦網反手，正手，正手拉球，一對一，張繼科啊，想不到啲國際選手都會緊張喎、
香港啲觀眾好熱情嘅，其實唔使緊張。二對一，我哋掌聲鼓勵佢，等佢哋。二對二，唔係阿唐鵬，你等佢轉咗嗰個圈之後先打過去嘛。正常應該縮翻翻嚟嘅。係啊，但係佢轉完唔記得咗翻嚟。一球，哎呀，嗱，好啦，兩球，哦，三對二，好啦，頭先個動作而家做到七成啦，要適應下場地嘅其實，殺網，咦，一個，二對四，放心啦，觀眾席嘅朋友，佢應該咁遠行唔到過嚟你哋嗰邊住嘅。呢板靚啊！呢板殺板嚟噶，動作瀟灑兼得分。都要出兩招真功夫玩下噶啦。嗱，呢個技術叫放高球啦，大家知嘅。不過我未見過咁慢嘅放高球啫。同埋放高球過到去，你睇下佢哋而家好有耐心啊！大家打角度啊！我哋為佢嘅耐心鼓下掌。四看看，正想為你鼓勵嘅時候就打失波啦，四比四，驕傲係啦。好，我哋要冷靜下落嚟。四對五。唐曼發球，阿張繼科好有耐心啊！哇，打乒乓波打到好似打羽毛球嘅範圍一樣咁闊啊！唔係，主要前邊啱啱打完羽毛球表演。哇！啱啱呢一招，誒要暫停喎。要暫停啊！哇，要教阿路先問啊，問阿林丹嚟教路。誒，係。咁搞法啦！唔使啦，唔使。攞羽毛球板嚟打乒乓波，好有創意啊！試下嘅啫，試下嘅啫，呢球試下嘅啫。哇！未計分嘅，未計分嘅呢個。係啊 ，OK。練習幾球？好，好。俾你練多球之後嚟個正式嘅咯喎。羽毛球板嚟打乒乓波都係第一次啊！OK 啦，呢球輸咗啦。哦，好啦，咁啊，張繼科呢一球亦都輸咗俾唐鵬，即係話呢一場嘅表演賽可以話係男單嘅混合戰啊，最終係七比五由我哋香港嘅唐鵬取勝。係啦，咁啊，李靖啊，唔覺唔覺咧，我哋有三場嘅表演賽啦，仲有第四場嘅示範表演，咁又係邊位出場咧？我哋中港混合男雙啊，馬龍拍住梁柱欣對王浩同埋江天一。有你的掌声请出马龙以及王浩。同样都是一场的混合双打赛，即是两个都是男仔来的，只不过是中港的混合赛而已。马龙就好，这打法很新潮，我们梁柱欣选手就是一个传统的直板打法，我哋拭目以待，睇下佢嘅表現啦。阿王浩同阿江天一咧，兩個打波咧個表現係好淡定嘅，咁我自己稱為佢淡定組合。咁啊，慢慢睇下啦。係未開波就已經打車輪啊！車輪戰唔使擔心。位係啦，換一換位。好啦，熱身兩球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噶啦。我哋啲球手都好職業啊！先練兩球，試下個場地。咦！一開球已經對拉開始噶咯喎，練習。哇！可以開始啦，可以開始啦。好，我哋比賽正式開始。江天一發球，零對零。
零對一。哇！馬龍即刻掃掃手感染第一球，整個賴網，善用場地啊！二對零，梁柱欣。羽毛球有反手，即乒乓球都有反手嘅，其實。呢個後反手頭先，馬龍做得好靚啊！攞翻分。二對二，黃浩。二出高球。二對三，高球係失嘅。四對二。再一次拉網出界啊！四比二。一個人打曬，平常輪住打嘅喎，今日咧就係搶打，係四對三，呢個咪雙打咯，講配合噶嘛。冇錯，我哋要俾大家俾咗大家睇到不一樣嘅表演示範。反拉，四對四。江天一，基本大家都是打基本功的啦，咁啊睇下邊個適應場地快啲。五對四。五對五。六對五，啱啱我哋個出台六對五，即係又嚟一個 game point 啦。比賽嚟到尾聲啦，六對六，馬龍。哦 ，OK 啦，六好。哇！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要俾啲機會咧，我哋嘅乒乓球嘅少兒精英咧就上陣啦。嗱，先俾啲掌聲，係多謝四位我哋示範嘅運動員先嚇。係啦。嗱，我哋要捉緊時間喎。咁因為我哋嘅金牌運動員咧，仲要係準時咧，係去參加另一個宴會嘅。係。咁啊，跟住就邊位上場表演啊？李曉霞，奧運單打冠軍。係啦。女子嘅。咁啊，我哋三位嘅少年精英咧，就有李嘉怡、梁家韻同埋吳嘉敏嘅，請你出嚟嚇。掌聲去送俾我哋香港嘅三位少兒精英，仲有我哋嘅女單奧運金牌得主李曉霞。咁啊，三位球員都係恆生精英隊員嚟嘅。咁啊，喺度同奧運冠軍節初完咧，佢哋就喺月底參加日本舉行嘅東亞兒童杯噶啦。咁我喺度祝賀佢哋，希望攞到好嘅成績為香港。其實阿靜啊，如果兒童杯咁，佢個年齡係約莫幾大到咧？其實都係十歲至十二歲嘅啫。哦，哇，犀利啊！十歲至十二歲三位小朋友可以點打咧？我哋咁樣樣嘅表演示範，其實就一齊打。係一齊打，難道係一對三？一對三咁啊，練下基本功先啦。來個正手對攻嘛。啊！我哋啲小朋友好靈敏啊，犀利啊！係啊，今日大家睇過兩組加埋一齊嘅四人車輪戰，原來自己三個都可以已經有自家嘅車輪戰啊！嗰啲身形有啲似奧運冠軍，啱啱前邊嗰啲。我想這樣打法呢，最累的不是那三個，而是看著他們一路轉那個。哇，這個挺好看的，我覺得。是啊。啊，我是在這裡，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李曉霞一對三望著球的時候，後面不停地轉會是怎樣的呢？
我建議我哋啲少年精英咧都話咯，唔使錫住你腰，放啲大板抽過去啦，有機會就起板啦。小霞可以放兩個高球啊！唉，哇，好靈敏啊！咁啊，我哋。好球，球靓嘅，哎，嚟整多球，一定要咧呢一分攞落嚟啊！你又放波啊？放高波，最后一球放高球啊！好，得唔得呢板？这板不算，都系擦网出界啊！大赢你才算，整多板，大板，哎，大板，哎 ，OK， 好，呢球输得，咁就下一个表演啦，系嘛？可以，好，谢谢李小霞，谢谢李小霞，咁啊，亦都多谢我哋三位嘅少儿精英李嘉怡、梁嘉允同埋吴嘉敏，好，咁接住落嚟，我哋有请男单冠军张继科再次出场，张继科，嗱，又系张继科，只能防守。不能進攻，放高球好唔好啊？俾我哋啲青少年球員有個機會大板打落去。好，今次我哋請嚟我哋三位男子嘅少兒精英，包括林偉權、陳以信同埋李柏豪，掌聲請出我哋三位少兒精英。呢三位少兒精英都係出自一個精英恆生精英隊嘅喎。即係呢一分咧，佢哋唔使諗噶啦，終於一有機會就起板，係嘛？張繼科不能反攻啊，只能防守。係，終於。我諗佢未必得閒去睇到咁多嘢住咧，而家嗱，之前我哋女仔車輪戰，但係而家咧，哇！呢個波靚啊，再嚟打咗，哎呀，唔使就住啊嘛，呢個身材問題，身材問題，身材問題，大個啲就夠噶啦。好球！哇，李靖呢三位少年精英其實進攻都唔錯係嘛？好凌厲啊！嚇，佢哋咧打到張繼科退台啊！頭先就係車輪戰啦，縮佢翻轉頭都得㗎。係啊，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努力。愛麗。当冇事发生过，继续出尽力啊！攞佢，唔系呢个劲啲喎。嗱，跟住三个都咁劲，呢个劲啊，呢个劲啊，就放高放啦。唔系，真系你话三个都咁劲啊！我觉得头先呢个劲好多，个把波打落去 bang bang 声噶，响板噶嘛，啊响板噶，好有力啊！嗱，大家现场朋友，你睇下呢三个青少年朋友边个进攻劲啲啊？嗱，睇下嗱，呢个真系响板噶喎，系啊。好啊，好響啊！好，好 ，OK， 好，最後一球，最後一球，嗱，把握機會嚇！哇，好錫住啊！最後一球，全部都唔捨得發力喎，係啊，佢都企到咁遠啦。呢分贏啊！睇住呢分贏啊！嗱，哎呀，呢個應該最勁喎！哎呀，一個好聰明嘅打法啊！好就，再次謝謝張繼科。咁啊！再一次多謝我哋男單嘅金牌運動員張繼科，以及我哋三位少兒精英林偉權、陳以信同阿李柏豪。跟住啊，李靖最話開心環節，同樂時間啦！同樂時間啦，幸運觀眾出嚟就對金牌選手啊！有請嗰個幸運觀眾先，邊五位？有請五位幸運觀眾。好，應該喺係啦，喺對面。係，過嚟啊，過嚟啊！咁啊，我哋首先揾邊一個嘅國家隊嘅運動員去同我哋嘅現場觀眾同樂下咧？我哋有請。丁宁、王浩一齐出埋嚟啦，好嘛？王浩，两位奥运冠军，两位俊男美女，咁啊点玩法好啊？李靖都系一边打啦，系嘛？一边打啦，唔使计分啦，系嘛？唔使计分，由得佢打啦，吓。不過梗係又要只係防守啦，防守啊，都係防守噶啦，咁咧，我哋有要求嘅，丁宁跟王浩呢，只能是打一个点啊。只能夠打一個點啊！唉，咁啊，唔好俾人喐啦，錫住啊嘛！淨係放一個點俾佢哋，希望可以把握機會殺波。嗯，臭板大板嘅俾佢哋。對面嗰啲細細令得噶啦，唔緊要嘅，唔使喐嘅其實。
唔係啲現場朋友咧，啱出嚟都有啲緊張啊。正常啊，對面奧運冠軍氣場好大，同埋有壓力，同埋佢哋成日想個波咧係生波啊，即係路咧可以猜到啊。其實唔使噶，咁多乒乓波喺度，一見過嚟就大板打落去啦嘛。我講頭先打羽毛球嗰時，新年話啊嘛，嗰啲風係喺對面吹過嚟嘅。醫館啲空調勁啊。係，所以大家今日好舒服啊，可以睇得。開始放啲啦，又識得咧開波就下船啦，又縮米仔啊，又放長台啦嚇。阿黃浩諗住過去幫下手。哇！誒、哎，唔係喎，幫下幫下，不如我夾住你嚟打啦。哇！哇！嗱、啊，真係同樂啦，攬住一齊落添。哇！即刻上翻球靚過嚟。嗯，阿黃浩一唔捉住就即刻唔記得咗點打啦。OK， 跟住換下一位。好，系啦，我哋仲有幾位嘅現場觀眾，係下一位觀眾。三個人請入嚟啊！好，我哋仲有幾位嘅觀眾咧，係有機會。係入埋嚟啦，入埋嚟啊！你三個女士嚟噶，同埋咧有個兩位女士。哦，咦，黃浩係有包嘛？兩個女士就加丁玲啦，好嘛？男士就加。黃浩啦，好，好啦，男仔就同阿黃浩一組啦，女仔同阿丁玲一組，係啦，兩位女男仔行過嚟黃浩呢邊，好，男生過來黃浩這邊，女生都去丁玲的那邊。好啦，大家俾啲開始同樂時間啦，睇佢可以猜幾耐啦嚇。好，唔緊要噶，你哋放膽啊，反正張波袋唔係你嘅，塊板又唔係你嘅，大力揮落去。係啦，滴滴仔都得噶，嗬，冇所謂噶，嗬。就咁樣推過去啫嘛，唔緊要嘅，打羽毛球殺落去都得嘅啫。係啊，最緊要啊，黃浩會幫你，會教你打啊嘛。誒 ，OK 喎，有啲手感啊。嗯，其實真係好難得個機會啦，嚟到睇，仲兼且咧係抽中佢哋喎，咁仲要同啲金牌運動員一齊打喎嚇。係啊，呢、這個畢生難忘啊。難忘。啊，丁玲可以拿着他的手打嘛？對啦。對啊。啊，幾好啊！真係，淨係還是你想你攞住丁玲隻手嚟打 ？OK， 最後一球啦，最後一球啊！你們要把握一球、兩球、三球、四球、五球、六球、七球。好，加油！哦、oh, ，哇，好耶！好耶！好的，掌聲，謝謝我們的金牌運動員。嗱，跟住我哋今日一場壓軸嘅比賽嘅，又由大家觀眾朋友咧就係講，嗱，我哋要兩位嘅奧運即係金牌咧對手。首先咧呢、這個乒乓球嘅就係張繼科啦，咁啊佢嘅對手用邊一個好呢林丹。係啊，林丹啊。林丹打羽毛球嘅喎、哦。順從要求啦、啊。林丹好不好？來試試吧。林丹可不可以啊？對張繼科。好，張繼科對林丹係咪？哇，好啦，準備好。但係張繼科對林丹，我哋打咩波好咧？都係打乒乓波啦。好，打翻乒乓波。張繼科新進嘅大滿貫，超級丹羽毛球嘅全滿貫，話到要令大家不生難忘。我諗大家都應該未試過見到林丹攞住乒乓球板喺大家面前打乒乓波啦啩。為咗公平起見啊，我哋允許佢練三球啦，先練三球。淨係還是如果一間我哋見勢色不對，我哋叫阿張繼科攞翻個羽毛球板出嚟咧。先練習三球啊，練習三球。如果待會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可能請張繼科拿著羽毛球拍。有五分，有五分，有五分。我哋俾佢哋熱下身先啦。我哋睇到林丹嘅手感係非常之好嘅，我哋掌聲鼓勵啊！手感不錯，林丹。打乒乓球打到好似羽毛球咁啊，犀利啫！有西嘅你咧。系啦，都系太企太近場。對啦，張繼科公平一點，張繼科拿羽毛球拍，對林丹拿乒乓球拍。啊，咁啊公平喎、哦。係啦，嗱，我哋嘅乒乓球嘅冠軍就攞住羽毛球板，羽毛球冠軍就攞住乒乓球板。兩個隊員都顯示咗一個好好嘅手感啊！
不如我哋認真打啦，打五分好唔好 ？OK， 現在開始五分。嗱，真係打五分啊！大家真係不生難忘，五分真係打噶。張繼波加油，林丹加油。哇！啱噶啦，阿李靖啊，啱噶啦，真打啊，真係啊！佢真係佢真係用羽毛球嘅方法嚟打噶，分分攞命啊！係啊。張繼波起唔起到板㗎？張繼波起唔到板㗎啫，佢習慣翻啦。哇！起到，哎呀！雖然話佢起唔到藥，佢好精喎，佢握短嗰個球板喎，當係乒乓球板咁打喎。羽毛球啲意識出曬嚟啊！但係你見到林丹想放網前波嗰時，完全係羽毛球嘅方法。一樣啫，你睇下張繼波揸板都好專業啊，揸羽毛球板好專業嘅佢。我好中意佢個揸板姿勢。開始習慣翻啦，上場用過之後，而家開始又翻啲手感，但係唔係喎？二對二點樣揸都唔啱，近嘅又好似唔係夠咁舒服。嗯，會感覺好啲嘅。哇！你話真係羽毛球咁開噃？開高球啊，想三對二，球來球往，大家實力啊差唔多。差唔多啊！不相伯仲啊！二對四，張繼芳。OK 喎，頭先你話張繼波抽唔到，而家即刻試下抽翻板先。咦？咁啊，自己加長喎。嗱，二對六，佢想用翻羽毛球嘅技術去冚嘅。可以啦，最後一分啦，七分就快到啦。七對二，好，咁啊，大家俾啲掌聲，兩位世界冠軍啊，亦都多謝李靖啊。各位朋友，咁我哋喺節目嘅尾聲咧而嚟到啦。咁喺我哋進行幸運抽獎之前咧，我哋就大家再一次咧，係請所有金牌羽毛球同埋乒乓球運動員啦、教練啦，以及香港羽毛球、乒乓球嘅運動員同教練咧，就係上台上邊咧，係同我哋觀眾咧就係講再見嘅。有請各位嘅金牌運動員。不過亦都請大家俾翻多啲熱烈掌聲，頭先我哋非常好嘅拍檔啊李靖啊，多謝曬你。现在我们有请我们所有的金牌运动员以及教练，加上我们香港的运动员以及教练上台跟大家说声再见。香港代表队的球员同埋就系教练，亦都系请你哋上台，因为今日咧你哋嘅表演咧亦都系劳苦功高吓。今日我哋嘅奥运金牌精英显风采，咁到呢一度咧，亦都系正式一个圆满嘅结束噶啦。啊，请各位喺新医馆嘅现场朋友，系以最热烈嘅掌声，多谢羽毛球同乒乓球代表团嘅成员，仲有香港嘅队员同埋教练。咁啊，勤啊，希望将来有机会咧，更加有咁好嘅精彩表演啊！系啦，我觉得唔系咁够大声喎，我哋香港嘅朋友系最热情嘅。多謝曬我哋咁多位嘅運動員，咁啊亦都咧係多謝你哋今日咧嚟到我哋新醫館，咁啊我哋可以跟隨我哋嘅工作人員去退場啦。不如大家暫時咧用你嘅掌聲嚇放低你手上嘅旗幟，唔好俾佢停啦，一路嘅歡呼聲同埋掌聲送俾我哋國家隊嘅運動員，同埋我哋香港嘅運動員。那現在我們有請我們國家隊嘅運動員，可以隨著我們的工作人員。会长，谢谢。咁啊，但系咧，我哋嘅观众朋友唔好离开住，因为我哋头先亦都系曾经亦都讲过啦，我哋一阵间仲有压轴嘅大抽奖吓。他們未走曬㗎，大家繼續拍手，大家繼續歡呼。唉，
好啦，跟住落嚟咧，阿嘉樂啊，我好想咧，我哋現場嘅觀眾喺進行我哋嘅壓軸大抽獎之前咧，去繼續俾多啲掌聲啦。再提大家唔好走住，我哋仲有咧，頭先我哋講過話，好似有三塊簽咗名嘅羽毛球板，仲有三塊咧，有我哋金牌運動員簽咗名嘅乒乓球板咧，係要抽獎出嚟送俾我哋現場嘅觀眾嘅。未抽獎之前，我哋首先咧繼續有我哋嘅啦啦隊嘅表演嘅，有請各位。系啦，请你哋嘅掌声继续延续，再一次，我哋邀请翻我哋中国香港啦啦队嘅成员上台。Yeah!
内地奥运金牌精英显风采，由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全力赞助播出。